我们现在就在襄阳唐城里面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是走在机动车，所以我们可能要靠边走，但是不能践踏这个草地啊。左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皇宫，还有里面是有环殿，还有御花园，那个有龙的这个建筑呢其实就是花萼香辉之楼，拍摄妖猫传的时候也在里面拍了一场特别盛大的宴会吧。人人都说这一切都是贵妃的意思，借极乐之眼挥洒出她心中真正的大唐气象。差不多走到了我们襄阳唐城影视基地的这个中心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可能不是我们的剧组在拍摄，所以这我就不好解释了。右前方就是我们的璞玉楼，都城的第一妓院吧，在江夜里面也是我们的洪秀昭，还有就是我们的必胜局。感觉变化还是挺大的，因为我妖猫传在拍摄的时候是夏天，然后呢现在已经是冬天，已经是深冬了，甚至马上要进春天了。现在马上就到今天的拍摄现场了，好像已经到了。开工要带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因为一般背一个双肩包比较方便。主要就是，而且保暖的，这是一个保暖的鞋垫，就是它垫在脚底可以发热。一般我一天会垫2到3片吧。然后还有就是一堆暖宝宝，全是暖宝宝。就在组里活得特别粗，就像我这件衣服吧，我大概已经穿了快1个多月2个月都没有洗过。这个水杯为什么带？因为它很就可以暖手，不暖手的时候可以喝，很方便。我比较爱喝茶，就是茶叶。有没有什么掉仙气儿的那种神器？那就是茶叶，因为我这个老年人比较喜欢喝茶。这就是我的开工包，然后我要去拍戏了，拜拜。我的开工箱呢，第一写我的名字陈飞宇三个字啊，就一大袋子零食，就是各种我平时会吃到的一些零食，饿的时候可以吃，但是也算比较健康。有一本书，然后这本书呢其实就平时会看一看的英文书。矿泉水就是每天现场都要喝的，就多喝水对身体好吗？有一瓶酱油，因为我比如说早餐或者午饭或者晚餐的时候，我就会吃鸡蛋白，因为健身需要输入很多蛋白质，然后就可能不能吃太油腻的时候就用这瓶酱油，不能吃太油腻的时候就吃点水果。红麦片，然后平时早上就吃一点。有一把水果刀，这个水果刀呢，其实会选削苹果，会削柳叶，还有一把水果刀。大家好，我是陈飞宇。大家好，我是胡军。我已经化好了宁缺的妆。桑桑，现在就是下楼了。重庆皇子，跟我一起进入江夜这关。大家好，我是宁缺，我是来自书院的宁缺，我是书院的13先生，也是书壁湖的砍柴人，然后更是我们唐国的守护者，对，还有精神镇的主人。
上班不如探班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一人，在剧中饰演的是桑桑。我是胡军，我在这戏里演夏侯。在下燕国皇子隆庆。大家好，我是孙祖君。我觉得宁缺是一个命运非常悲惨的人物。我是一个命运非常悲惨的人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在已经天黑了。天黑了。镜头在哪？镜头在哪？最近的一个小目标其实就是买下整片夜明湖，为了在入冬的时候和夏侯决一死战。宿敌我可以说其实在各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宿敌。就两人打架打成这个样子，现阶段肯定是夏侯，然后在都城的时候其实都追杀过我几次，所以说他也是算能让我致命的其中一个敌人吧。这个要说我真实感受吗？其实宁缺挺直男癌的，因为他选择了一个跟自己长期生活在一起最省事儿、最省心、不需要讨好又可以服侍他的女生。最后他是一个家里红旗不倒、外边彩旗飘飘的。如果是个男人的话，我也会选桑桑，就是家里有个老妈子为什么不要呢？我们几个名字来概括，就是桑桑、莫珊珊、易红鱼还有鲤鱼。对，桑桑肯定是排第一位的，莫珊珊肯定在我心里是排第二位的，因为我觉得虽然没有和莫珊珊在一起，但是莫珊珊还是一直会在我心里，还是一直会属于我的那个知己。我灭了他们全村，杀了他们全家。和宁缺是什么关系呢？只不过是雄鹰与蝼蚁的关系。环境非常的恶劣啊！你们现在已经不错了，然后雪都化了，原来这边全都是白茫茫一片啊！然后气温非常的寒冷，然后还要打斗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们在这拍了有20天了吧？就这一场戏，这场戏也是 N 顶戏，经常是一条可能要拍十几条啊，就一个镜头要拍十几条啊，就这种。那你为什么要跟宁缺为敌呢？因为他夺走了我的骄傲。他毁了我的气海雪山，仿佛让我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一样。江夜里面第二悲惨的人物吧。刚刚杀青的唐王比较拉仇恨，就是一见到人前面就有人跪着，哈哈，对，逢见必跪嘛。对哦，皮皮吧，皮皮是一个导演说你可以再吃点，你可以随便胖的一个角色。倪艳红永远干干净净的啊，长发飘飘，一头白发，然后说两句话就走，然后一挥手一堆东西全都过来什么之类的，就是这种，你知道吗？倪大红拉仇恨的应该会比较是倪大红老师。我记得有很多场戏啊，对，那个牢笼是经过了这个设置了禁忌的，很难出来的。那个门我打不开，我就每一次我都被撞开。但是倪大红老师往那一站，眼睛一睁，手一挥。他是团练嘛，他等于是又是导演又是主演啊。他们家在搞一个戏剧，接着捡回来，就他在这儿。哎，叫！哇，把老板赢了。这个地方呀，这场是养你吗？养着他哪里去？大老鸡！你这恶手！下凡做法，害苦了百姓。拉碴的，好，特别好啊，特别好。王姐息怒，刚才让他那个250一点。王姐，你回来了！哎呀，你怎么打成这样，怎么像丫鬟似的？你知道吗？哎，王姐，你怎么穿了一身丫鬟的衣服？看你的头发，你头发这么丑啊？谁给你弄的？告诉我。